如果以人类利用化学肥料来开始，通常我们会发生什么？但是人类大量使用人工的化学肥料之后，十年才陆续发生。那当然，一旦发生以后，就是这些肥料是一直在大量进来，它可能每年到了春天发生早滑，啊，然后早滑之后，藻类大量死亡，往下走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